大家好，我是杨楚潇。从我上传第一首改编开始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7年的时间里呢，我总共发布了132首改编，11首原创。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这些作品呢也被非常多的琴友呢所翻弹啊。同时我会收到关于粉丝们很多的留言，那么我把这些留言呢分为了几大类。第一，关于技巧、音色还有识谱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比如说这个 AM 技巧啊，要如何才能把音色弹得清脆，然后 PM 技巧如何能扫干净，然后如何更好的控制底鼓的音量，那么这些问题是我经常所碰到的。第二，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不再满足于演奏，他们开始想改编自己的演奏作品，所以也在不断地催促我出一些相关的改编课程。于是我把自己的改编还有演奏的经验用了1年多的时间，最终汇总成了这样一套进阶课程。那么这一套指弹进阶演奏加改编毕业通关课程总共有162个课时，总时长在1200分钟以上，其中包含了我所常用到的进阶技巧以及针对这些技巧的专项练习，从易到难去解决学员在演奏上的问题。那么除了演奏方面，还有很多人会问我是怎么改编的呢？那么这一套课程会讲到我在改编之路上所需要掌握的所有乐理，以及把我的改编步骤从标条为起点不断优化，最终演变成特调的完整过程，全盘呈现，倾囊相授。其中我还会把我的改编手段教给大家，比如说会通过已经改编好的成品和原始 demo 进行对比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些改编手段的区别。课程中还将对夜曲、兰亭序、家有女友 OP、 繁星等一系列曲目的精彩看点进行分析，其中我记得这首曲子我会进行全曲的分析。在分析中呢，我会告诉大家我在改编这些歌时的思路与方法。同时在课程中我还会扩充大量的标准调弦与特殊调弦的和弦给大家。那么涉及到这套课程的调弦总共多达14种。其实对于改编这件事呢，我的理念一直都是你先要把所练习的曲子演奏到尽量跟原曲一样，技巧过关，同时掌握一定的乐理和弦，就可以开始自己的改编之路了。那么这套课呢包含了以上的全部内容，课程中相应的练习和曲目的曲谱呢将作为课件提供给学员，有很多曲目是不对外出售的。那么现在入手呢，学员将享受以下五大福利。首先是原价4299的课程享受1599的优惠价。二，前1000名报名的学员呢将享受到我本人的终身答疑，每周日呢我都会在群里解答学员在练习上的相关问题。三，优秀学员的改编或者演奏相关课程中的作品呢将会在我本人的平台进行转发宣传，比如说 B 站、抖音公众号等等。四，学员将享受到3年内曲目不断更新系列，也就是说在课程开始的3年里，每个月我们都会更新一首课程以外的曲子。五，学员将在我改编的100多首作品中任意选择10首自己喜欢的单谱。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课程的全部内容了，详情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视频中或者我动态中的目录，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添加一下联系方式。